一大早，芦竹区福兴环保站就有净思金色的师傅们来访，环保老菩萨们是既意外又欢喜。好进入了，做得很健康。越来做越高兴，越做越高兴，棒哦！桃园社区岁末祝福结束，师傅们就带着正言上人的祝福，要感恩大地园丁一年来的付出。职工们不说辛苦，而是幸福。真足欢喜的，阮逐工拢吼二脑筋啊，行困过头安尼啦。啊，两台车敢若去球场啊，来遮安尼几点？这是欢喜的承担，一路陪伴的慈济志工对这群老菩萨更是佩服。他们真的是做了有热心啦，因国较远，因嘛是坐车足早落来，我真的要很感恩这些菩萨，真的是。唐上人的祝福给你哦，祝福你身体越来越健康。哦，我们吃上长长久久哦，会越来越健康。好，祝福你哦。感受到来自花莲的关怀，长者们的笑声更加有活力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美如，桃园报道。